动能源，薄膜发电。源自太阳的驱动力，颠覆对固定充电桩的依赖，色出行，随心而动。让零污染的清洁能源汽车梦想成真，颠覆创新，驱动未来。能动力汽车 Sola 系列的 Sola O 型全太阳能动力汽车，它黑色叠翼车门与白银色车体勾勒出极具动感的视觉意象，其灵感来自于中国自古流传的太极生生不息、循环相生的理念，其轮廓边缘镶入一条细长湛蓝色饰条，展现再生能源纯净永续经营的象征。其后出厂的第二辆车是汉能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Sola A， 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线条贯彻整个车身，
极具特色的扰流设计，犹如大海中快速行驶的游艇，动感十足。整车造型在大幅降低风阻系数的同时，还增强高速行驶的稳定性，并且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太阳能芯片的铺设面积。车身采用的柔性材料在轻微碰撞后能够快速自行修复，体现对行人的保护是最大的追求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辆好拉风的跑车，这第三辆车是 Sola R， 这辆全太阳的动力跑车真是太酷了，一出场就惊艳了大家。我们看到 Sola R 车身极具流线感，尾部和车顶一体的扰流设计也非常具有前沿感，它的前盖、车顶和侧面集成了柔性超薄的太阳能芯片，并和流线型车身完美的结成一体。太阳能驱动跑车，一个字描述：酷。大家看到的三辆汽车，还有发布的第四款车 Sola L， 就是已经停在发布会的入口处的那一辆，相信各位朋友已经和大家见过了。它将近6米的超长车身设计，使得整车车顶集成的太阳能芯片达到了惊人的6平方米，极富流体力学的整车造型，隐藏式的龙骨设计，纤细的摄像头式后视镜，使整车风阻大幅降低。全车采用铝合金框架碳纤维车身，整车质量仅700公斤，因而该车的能耗非常低。这辆车在阳光充沛的条件下，完全可以实现全太阳能动力行驶，开创真正的移动生活零排放时代。
今晚在我们现场发布的全太阳能动力汽车是绝对的焦点。我看到现场的每一位几乎都举起了手机，绝对不放过它的精彩亮相。那现在我们就请这三辆汽车的乘坐者还有驾驶的一位特殊嘉宾，现在我们请大家亮相。首先我们看到在中间的，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 Solo 二跑车，哇，原来驾驶的是李和军先生亲自驾驶。好，那乘坐这一辆 Solo 二，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请到了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大玉强，为我们带来一首《我的太阳》，掌声有请。